我一直挺崇拜你的啊。没有，业余呢还做坐诊。是吗？那么厉害。六大夫嘛。兄弟们啊，铁打的老六流水的美女啊，又迎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妹啊。简单的做两个菜啊，尝呀。来，鲍鱼啊，你尝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六哥。哎，没筷子没动啊。烧了一点菜，一个香辣排骨，西红柿炒鸡蛋，羊脑十个，还有羊腰子一个，摆了个果盘。从哪里来呀？从临沂。临沂。嗯。就是想来我们小院看一看。对，想跟您学习一下。啊，其实我会的挺多的啊。我一直挺崇拜你的。啊，没有，你看，琴棋书画，业余呢还做坐诊。是吗？那么厉害。六大夫嘛。哦。你可能不太知道，因为你在那边看的比较多，很少看我直播是吧？对，我主要就是，看您拍的段子比较多。看段子比较多。嗯。其实我是白天赶大集。晚上呢在家炒菜做厨师，晚上呢有时候出去会诊。哦，还会诊啊？对，养个花，下个象棋，喜欢就是五花弄草啊，就喜欢这个啊。行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小院，谢谢。好，吃，尽情的吃。然后我那里屋里还有点，先尝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吃的。对啊，香。色香味俱全。今天所有的菜里边，我最满意的是这个菜，鸡蛋浇的是里焦外嫩，然后，那我来尝一下。然后这个汤也比较多，比较丰盈多汁。来，就是鸡蛋就是很入味儿，感觉就跟那个比饭店里的还好吃啊！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来吃吧，好。来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不陪你喝点吗？陪你喝点，喝多了怕男孩子在外边要保护好自己。害怕你没在外边，你在家，在家也害怕。行，先这样吧，不喝了。好的，六哥。那你慢慢喝，你喝点啊。好嘞。因为下午我要开车。好。